各位朋友，粉丝呢要求讲一讲，说关于这个 AI 领域啊，就是美国呢现在不是要卡中国的脖子嘛？那中国的 AI 啊和美国的这个 AI 的发展啊，这方面呢，我想呢，大伙儿呢。 不要太担心啊！虽然呢，刚刚加码对中国呢进行所谓的 AI 芯片的近一轮的制裁，恐怕呢以后连游戏的这些高端的显卡，包括已经被禁了的四零九零，后续的阉割版本四零九零 D 都得被禁了啊！那中国这 AI 方面是不是得落后美国了？前两天呢，我倒是给大伙说了一个观点啊，美国的这个 AI 实际上它走偏了。 他把这个 AI 呢，啊，非得去追求那种能够无限接近于人的思维呀、啊，搞一个元宇宙的虚拟世界呀，这种理论性的基础的研究啊，美国是比中国要领先的。但是呢，这个方面呢，它面临着两个大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电力问题。 因为美国的这个什么 GPT 啊，要模拟人的大脑的这种思维啊，所用的电力，现在美国根本就支撑不起啊。所以说，在 AI 芯片领域啊，这个 AI 不 AI 这个芯片不卖给中国，美国自己也用不成啊。这可不是我。 危言耸听，那造成现在这个结局的，就是美国上上下下歇斯底里的逢中必反正，简称恐中症啊，是吧？这些这个美国的政客们，绝对是把路给走绝了，结果自己把自己脖子给卡住了。那到底怎么回事呢？连耶鲁大学的一个经济学的教授罗奇，他都看不下去了。 他呢以这个美国的恐中症为题，在瑞士的金融经济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呢，从中国产的通讯设备、电动汽车到起重机，如今美国社会各界可谓是逢中必反，不仅让人回想起一九五零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五十年代。 早期围剿共产主义者之后，美国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妖魔化某个外国的政府。当年由麦卡锡和众议院非美国化活动调查委员会在国会发动了攻势，啊，说以保护美国人免受苏联影响力以及苏联间谍侵害为由，大肆围捕的所谓的共产主义同情者。 如今，众议院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委员会那个主席啊，已经下台的那个加拉格尔，啊，所有的这些事情如出一辙。很多针对中国的指责以国家安全为由，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根据啊中国的态度而做出的动机推测。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不能容忍构成竞争的意识形态或者是不同的政治之路，啊，是吧？当年冷战是如此，当今也如此。夸大对中国的恐惧，很容易掩盖美国自身的问题。双边的贸易逆差固然可能反映了某些国家啊政府补贴啊之类的不公正的贸易手段，对吧？但是。 广泛的多边贸易的逆差，则可能源于美国长期的财政赤字，这个赖不着别人，而导致了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不足。 同样呢，技术方面的威胁也不仅仅是中国所谓的掠夺美国知识产权的结果，也是美国对科研投入的不足、理工科教育不佳的表现。然而呢，美国政界却没有好好的照镜子、审视自身，而是采用归罪于中国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这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恐华情绪，让恐惧演变成了现实，与中国无意间产生冲突的风险也随之上升。如果美国让这种恐惧主宰了行为，很可能诱发美国本想遏阻的结果。作为国际社会至今的领导者，美国的政界必须避免采取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而更像一个。 成年人那样去思考，说美国的政客现在都已经幼稚成了孩子了。你要像个成年人去思考美中的关系。罗斯福总统一九三三年的时候啊，就曾经说过：“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当今癫狂的恐华症。 美国社会最好牢记这句话，看见了没有？连美国的经济学的教授都看不下去了。的确啊，对所谓的这种“逢中必反”的恐华症，美国的媒体歇斯底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啊？《纽约时报》在二零二三年刊登了一篇文章。 标题是中国上半年出口迅速回落，恐拖累世界经济。而同样在二零二四年三月十三号，又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呢，中国的工厂的出口正以几乎超出所有人预期的速度增长，使世界各地的就业受到威胁，恐怕会拖累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 合着这中国出口，无论是行或者不行，都会拖累世界经济的增长，这已经歇斯底里到精神病的状态了。美国啊，知道吧？所以你看了美国终于是由于恐中症卡住了自己的脖子，那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AI 领域，说到正题啊。 马斯克呀，确实是个预言家。他在二零二三年的时候就曾经预言过，说美国呀，以后啊，在 AI 领域里边啊，啊，你可能会第一年缺变压器，两年后你就缺电了。美国有 AI 芯片不卖给中国又如何呢？你自己。 也用不成，哎，你看神预言今天实现了啊！这个现在美国的变压器由于限制从中国进口，理由牵扯到国家安全。随着这两年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电力变得紧张。ChatGPT 一天耗电五十万度。 是吧？马斯克、黄仁勋说，AI 的尽头是电力，大家有所耳闻，是吧？需要大量的变压器，但是美国本土的变压器企业产能根本就不够。变压器不算什么高科技，但是美国的产业链不完整，生产变压器需要一种特殊材料，叫做硅取向钢，产能。 基本上都掌握在中国企业手里边，美国总不能为了造一个变压器再造一个钢厂吗？现在美国本土企业的变压器订单交货排到一年后了，价格涨了四五倍了。啊、呃，本来这就是一个全球的产业链，美国非要把自己啊给嘎断了，哎，然后呢，那怎么办呀？ 那就没电了呗，有了芯片不卖，没电了，美国自己用不成啊！这个从数据方面大家来看一下吧，比比用电量吧。二零二三年中国的用电量啊是多少亿千瓦呢？好家伙，这个数可大了去了，是九万两千两百四十一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六点七。美国的用电量是多少呢？是四万零一百一十亿千瓦时。中国的社会用电总量是美国的二点三倍，是印度的七倍。这可是实打实的呀！你没想到吧？你没想到中国的用电量是美国的两倍多吧？ 啊，新能源啊，中国的新能源的这个发电和装机量，那妥妥的世界第一了。而美国呢，新能源的这个装机量到了二二年底才达到了总体容量的百分之二十七，而中国呢，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一。 哼，<laughs> 所以大家伙看见了吗？在电力方面，美国已经望尘莫及了。电力代表的是什么呀？代电力代表的是你的工业能力呀，是不是？所以你从用电的方面来讲的话，啊、嗯，人家经济学家就这么说了。美国知名的经济学家说，经济增速，中国将会是美国的两倍。 十年内超越美国，电力证明了这一点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是知名的经济学家。他说呢，对中国前景的悲观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误解。分析人士呢看不到中国未来大规模增长的潜力。尽管今年来增长有所放缓，但是未来几年中国的扩张速度就是。 美国的两倍，啊、嗯，这个你看见没有？所以你看，那美国这种空心化已经从上到下。你虽然是美国拥有着先进的芯片生产的技术，而且呢，对中国呢。 啊，所谓的 AI 领域的芯片还不停地在卡脖子，可是到了最后，美国生产的这些芯，那位说他不卖给中国，他可以卖给欧洲，欧洲的用电就更别提了，哪有那个电用那个芯片去？啊？所以美国的芯片生产出来以后，发现砸手里了，你说这成笑话不笑话了？而中国呢，AI 芯片领域你不卖给我，我自力更生啊，人家。 华为自己已经生产出来了，完完后啊，再过几年，完全都自己生产了中国的 AI 芯片，那美国的芯片厂怎么办呀？啊，那不知道了啊，那那个英伟达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就走向了衰落呀？这是极有可能的，各位啊，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